それでは4時間目の公演に進ま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ご講演いただきますのが春秋航空講師副総裁新義様です。海外航空会社から見た九州佐賀国際空港の可能性についてお話をいただきます。春秋航空の PR 映像と合わせてご覧ください。2004年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首批民营航空公司之一在上海成立，并于2005年7月18日成功首航。2015年1月，春秋航空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登陆资本市场，成为中国民营航空第一股。截至2020年6月，春秋航空共拥有102架客机，经营173条国内国际地区航线。我们满怀着让更多人想飞就飞的梦想，先后在全国主要经济区建立了10座基地，并积极拓展东南亚、东北亚区域，建立3座境外过夜航站。2019年，春秋航空总计运输旅客2239.25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48.04亿元，净利润18.41亿元，单机利润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春秋航空是第一家获得民航局安全星级评定荣誉的中国民营航空公司。未来，春秋航空将继续以安全、准点、实惠、品质、创新的理念服务广大旅客，稳步发展，继续用实力与成绩谱写中国民航业发展新篇章。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春秋航空副总裁沈威。感谢佐贺县厅的邀请，我作为佐贺机场通航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的代表为大家演讲。因为疫情还没有稳定下来，很遗憾今天不能亲自到场，只能以视频的形式和大家交流。十年前的2011年，春秋航空计划开通佐贺到上海的航线。公司最初对新开佐贺上海航线运行评估时，因为佐贺机场的跑道只有2000米，而带来的飞行难度较高的问题，公司内部对开通此航线意见不统一。因为2000米的跑道长度按照中国民航的标准属于特殊机场，只有具备相当经验的高级别的机长才能执行。带着这个问题，我当时代表公司的运行部门来到佐贺机场进行考察，对比在中国国内当时已经直飞的怀化同样2000米跑道的情况，最终我们判断直飞上海、首尔等东亚地区的短距离航班的话，2000米的跑道还是可行的。最终春秋航空上海佐贺航线作为佐贺机场的第一条国际航线，也是第一条中日间国际航线，于2012年的1月18日顺利首航。当时我作为航班的机长，直飞了上海佐贺的首航航班。春秋航空当初在九州地区众多的机场中选择佐贺机场的理由，首先是春秋航空是区别于全服务航空公司，定位于低成本经营模式的航空公司，凭借价格优势吸引大量对价格较为敏感自费旅客以及追求高性价比商务旅客构成的细分市场客户，通过自身严格的成本控制，以低廉的机票价格吸引旅客，推动航空运输业从豪华奢侈型向大众经济型转变。春秋航空的低成本经营理念以佐贺县将佐贺机场打造成九州地区低成本机场这个目标相当一致，并为春秋航空提供了适应低成本运行的各种资源，由此为推动九州地区航空市场的差异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春秋航空是一家航旅结合的航空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春秋国旅是中国最大的旅行社之一，公司拥有独一无二的航旅平台合作优势，
在航空公司建设航旅平台的竞争中走在了前列。春秋旅游配合春秋航空佐贺航线的开通，将大量的中国游客带到九州地区观光，也为九州地区的旅游关联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佐贺县不仅本身旅游资源丰富，而且从佐贺到九州地区的其他旅游目的地距离也不远。佐贺县政府及周边当地相关部门共同协调努力，积极为春秋的上海佐贺航线的旅客配备了前往九州其他目的地的地面交通，再加上当地人的热情接待服务，增加了旅客在九州旅游的便利度和满意度，这都让我们非常的感激和感动。春秋航空的上海佐贺航线自2012年开航至2019年的12月底，这近八年的时间里没有停航过一次，直到这次疫情爆发，运送了几十万计的中国游客到日本，感受体会日本当地的文化魅力。在这八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的很多短跑道机场都已进行了改扩建，譬如原来和佐贺机场同样2000米跑道的怀化子江机场，于2013年3月启动了包括将2000米跑道延长至2600米的改建工程。2600米的新跑道于2016年12月30日投入使用，怀化子江机场通航城市从原来的5个增加到了15个，旅客的吞吐量从2012年的不足10万人次增加到2019年12月末的60万人次，吞吐量翻了6倍。预计国际民航组织292号通告研究结果换算得出，2019年怀化子江机场共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约11个亿，直接带动当地的就业2133人。目前怀化子江机场的新航站楼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预计在明年将建成，建成后将构建起以机场为核心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完善的航线网络，设定了突破100万的吞吐量的目标，服务怀化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从怀化子江机场改扩建后的数据对比看，佐贺机场如果在将来能够延长跑道，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将有很大的提升。从飞行角度来看，延长跑道能带来起飞重量的增加，航线可以辐射到更远的地方，顺应机场发展的趋势，短跑道已不适应现代化的中大型运输机。佐贺机场如果能够延长跑道，飞机的起飞重量可以大大的提高，可以多加油飞到更远的目的地，譬如东南亚各地，方便东南亚的游客来九州，最终对当地的发展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春秋航空目前已经引进了240座的 A321neo 机型，如果跑道能够延长，就能使用座位数更低的 321neo 这个机型，进一步提高载客量，降低成本，运送更多的游客来到九州。九州地区的低成本市场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春秋航空相信通过和佐贺县政府、福冈南西部地区的各位共同携手，定能将九州佐贺国际机场打造成九州地区低成本的门户机场。为此，在疫情前，春秋航空不但加密了上海佐贺航线航班，并尝试在春秋航空的其他基地飞往佐贺的航班，例如2019年冬春航季开通了西安至佐贺的航线，不断扩大佐贺在九州地区的航空市场份额。春秋航空愿和今天到场的各位，还有当地的各相关企事业行政单位结合到一起，不断做深做广与航空旅行体验相关的航旅产品和服务。未来春秋航空希望不断地扩大国内广州、沈阳、石家庄、深圳、扬州、宁波、兰州、西安、南昌等基地飞往东北亚区域市场的航线，配合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等国家战略，打造基地中转连乘产品，
促进东北亚与东南亚核心市场的航线衔接，同时关注海外基地的发展机会，让越来越多的商务和旅游人群选择方便快捷的低成本航空出行方式。最后，祝佐贺地区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祝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春秋航空講師副総裁新義様からのご講演と春秋航空の PR 映像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